Hello， 大家好，我是翟龙飞，我现在在云南省沧源县的农贸市场里面。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农贸市场呢？是因为我感觉啊，在很多城市的农贸市场里面都会有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然后呢，我今天就特意来这边的农贸市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吃又实惠的午饭。这有卖快餐的，吃下这边快餐吧。这个是怎么吃的？一份十块，是按十块的是吧？然后这菜是怎么选呢？随便选。这样的。给我打，在这吃。对，就是每样不要太多，弄一点就行了，尝一下。这是豆子。这就类似于自助的快餐。这个是叫什么菜？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这个好吃。好的，可以了。好的，这就是我今天在沧源农贸市场，吃的10元钱的快餐。这个快餐是自助式的吧？就是想吃什么菜都可以，每样都可以加一点，有肉啊，有汤啊。反正可以吃饱，挺划算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青菜，我总忘了它叫什么名字。